所坑，乡亲土老比，大家来相拼。爱黑客家甜心朱海菊，大家好，爱黑客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哎呦，永平，我怎么敢呢？我怎么敢呢？因为来到高雄了。哎呀，又提下那个拱山呐，拱山真的很开心呐。哎呀，对呀，今天来到高雄都是我的主场哎，对不对？欢呼一下。是全部都坑矮的。因为你这么敢，我好好来看台看台的那个哈，所有乡亲朋友。哦，他们都是冲着我的面子来报名。真劲哦。嗯。你不用，你来介绍。介绍吗你？介绍评审紧张啊。哦，不行啊，这是你的才艺。哎，我今天把吴永斌的才艺带到高雄场来了。他今天每一次开场呢，都会表演一下他的才艺，终于扣扣扣扣扣到高雄来了。那三位评审老师，帮我监督看看，好不好？帮鉴定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按用爱来表演哦。表演到你才艺，感谢评审欣赏。来 TVB， 客家音乐经理彭嘉宁欣赏，陆婆欣赏，曲丕正欣赏，客家新传师吴传礼欣赏。介绍好吗？请给灯。哎呦，哎呦，拿红包，拿红包，拿红包。好啦，开玩笑啦哈，不然吼，相信平生情长很多哦，用不按精彩，迷幻，真劲，懂厉害。哎呦，还有国际水准的。安尼哦，敞开了看哦，替主的表演呢咯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肯定的，迄个三位评审一致通过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
阮好伊遐来咧。大家好，我是童玉婷，我今年13岁。啊，你啊团嘛个名？走马街乐团。嗯？国公。所以今日来要叫走马街。走马街。走马街乐团，黑曼人后面诶，你取的吗？还是有团长？团长取的，所以你就看到走马街，你就觉得很亲切，就加入了他们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还是你喜欢这个乐器？我喜欢这些乐器。真的、啊？那讲一讲，你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走马街乐团？因为就是会有很多表演的机会。哦，所以才会想要当未来的乐器大师，对不对？跟你平常时你要团走马街乐团哦，打击乐团，有去外面表演过吗？有。所以未来如果表现得越来越好的话，希望你会有受到更多更好的邀请，好不好？甚至都跟威罗希啊，哦，对不对？新马的地带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各见面的表现都用板的，你唱得高，传令先生。传令先生。哎，走马街哦，有样的走马街哈，表演都非常的精彩。韩国那在安尼个两个客家的九腔十八跳的元素哈，加入去，啊，就有传统，来个个有个创新，希望到那哈能够更加。誒歌上一層的話咧，所以咧做物嘅名啊，非常嘅好記啊。喺萬個誒咧，唔是講好好客家話，從天機做物嘅做上到嚟哦。繼續加油，謝謝，非常之好。咁嚟看一下前邊一個做物嘅表演，我同郭沫老師請給分。我今天給你一個福利啦。就跟你讲说，我不要这样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没关系啦，诺哥也不看。他从那边开始。我自己。再来看一下前面一个走马街的表演，我同郭沫老师请给分。哎。哎呦。奖品拿出来嘞。恭喜恭喜！你个社团厉害，你个乐团哦，中马街乐团哦，中马街乐团啊，系乐团啊，人哋听下来老人呢，中马街听下来看海族的表演，好嘞，来。
粉雅，粉雅，用力欣赏以后，两位老师，胡须章女士，胡须章老师，有谱啊，不是啊，弄错了是吧？长有谱啊，有谱啊，胡须有谱，胡须有谱，胡须哥。重音门，重音门，讲开了嘅，哎，哦，爱讲时间咧，所以讲开了就搞不腻啦。重音门，恁个讲落去我都听无啊。好，你讲讲，你刚才连到家就对啊。讲音冇，哎咪，我外省啊。哦，外省人咧咯。哦，但是被同化了。哦，你这个不叫像是东势腔，太普通了。方言。逢眼，逢眼，逢眼，哎呦，逢眼咧，哎呦，白骨酥面有够好食的啦，啊，平常时有在白萝卜饭吼，我无在白萝卜饭咧，好久没有做了，我也要做，好爱爱，我考你好了，客家最有名的料理，你最拿手的，所以张老师，你本身自己有开餐厅吗？以前开过，所以现在是现在退休了。哦，那所以可以哦，可以采预约制，像招待我们这些贵宾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那到你那边去，要请乐团哦，要请乐团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自己煮自己吹。可以满收啦，可以满收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真的很开心邀请到钱康利来，是是为我们表演这个，是啊，这好好棒好棒，尤其是选 Any Haga 的流行歌曲《英共恋情》，哦，这个合奏起来真的。天衣无缝。那学了有朋友三十两年，然后有十多年都在什么？还有到处表演，上千场，用千来算的，将近千场，将近千场，而且都是在好几万个人面前表演，没有那么大，真的，你就说对就好了。我也。我们很诚实，很诚实哈。那未来慢慢的，好不好？给咪雷东啊，雄青同乐会哦，相亲同乐会出去之后，就可以办一场小型的音乐会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明天还有场，明天还有啊，天公也还有啊，差不多三四百人而已。是是是，嗯，好，欢迎，谢谢。本都用蛮好，雷青高演那个大龄女子，今天的这个演出啊，我们非常非常的 enjoy。哦，很享受，真的很享受，尤其是我们都身为歌手，对，就会很喜欢，就很希望会有这么高水准的乐手老师，真的，以萌芽热情，就是这个热情继续的延续下去，是是是，带给我们更多人好听的音乐，有你们真好，对对对，今天真的很棒，谢谢老师。来看那个评审欣赏哈，有办法一支铜钩吗？老师，请给灯。嗨，没问题，马上亮出来，哎呦，谢谢我们张大哥钱康利，谢谢。那我们就继续来一起看下一组的表演。
掌声鼓励。哎呦呦，好精彩哦！挺好看的吧？哦哇！你讲客家话吗？好，唔怕唔怕。用舞蹈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哦，客家好，伊系李彦粉。唐贡。哦。我们等一下要退了，差不多四五六步。哦，为什么？来，老板讲一下。嗯。佮全台湾吼，十九种的这个街头艺人的执照，全部都拿到了。众长鼓励，真的很厉害耶！谢谢谢谢。全台湾十九张的那个街头艺人执照，你全部都有。哎，你要 cue 我回去呀？不用不用，你就在那边就好了。真的呢？好了，给个。这十九张的这个执照很困难吗？对，很困难，因为之中困难的点在，因为评审老师每个看的都不一样，然后就是他会看你的，就是因为我还有脚有骨折过，为什么？是练哪一项骨折过的？之前舞蹈吗？之前打球的时候骨折，但是那时候跟他的舞蹈魔术都没关系，是打球。可是这个对表演艺术者来说。很大的影响哎，是因为那时候是我最后一张证照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坐在轮椅上，用我的热忱，用我的努力，能够让评审老师认可我的表演，也是对自己一个肯定。有第二年呐，就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人生当中他也是考了很多证照，他总共考了四十五张证照，什么都考，他就觉得人到了这个世间上就是要多学，活到老学到老了。我今天给你一个福利啦。就跟你讲说，我不要这样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没关系啦，诺哥也不看。从那边开始。我自己擦汗。嗯，好好，来来，啊，那我们边擦汗边听奖评哈，来来来，可以吗？有像动眼睛给鼻子，哎呀，鼻子都出油。刚才我们看到他是用脚的内力一直往下弯，然后他的手还在不停的做你的陀螺的旋转，然后今天呢？评审老师真的是觉得我今天是我们的福气，看到一个很卖力、非常勤奋的一个艺人。我们希望你站到更大的舞台。嗯 ，OK， 谢谢老师，加油加油，希望在国际舞台看到你。这个十九张证照，有吗？给发后宫哦。对不对？没有话说嘛，对不对？尤其哈，这个最后一张，听说最后一张就是还带病上场，是。觉得这个精神，我觉得要鼓励电视机。对，哎，你给电视机投钱给观众朋友，我觉得真的好厉害，尤其是他的那一颗心，表演的热忱。哎，你这样子好像要帮我做 ending 的感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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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没发奖金。是是是，对，赶快来哈，来，快不是哦，嘿，按永秋用你三 V 品质型三，看有办法一直吐高吗？来，老师，请给灯。谢谢老师。掌声鼓励。真的就是一致肯定，我觉得这个相信你的热忱、你的表演、你的这个心态，一定都可以感受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。所以啊，观众朋友要准时收看我们的雄情同乐会哦。今天感谢三位评审先生，还有今天一个表演者，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。雄情同乐会，大家来相会，下次见哦。下次见，再会。